朋友还有粉丝朋友打声招呼吧。Hello， 高雄的朋友，你们好！今天从台北下来，觉得见到大家真的非常的开心，谢谢大家。龙龙开心到讲话，好快好快哦！龙龙可能讲话的速度呢再慢一些些，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龙龙呢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高雄开签名会吗？签书会是第一次。第一次签书会是第一次来，那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次来到高雄开签书会的心情。刚刚下高铁第一个念头就是好热，好热，可是但是很开心，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办在户外，如果今天有下雨的话，对大家来说应该很方便。但很开心，老天呢，可能他也很想参与这次的签书会，所以他给我了我一个非常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好，那我们就回到了今天的一个新书的主轴，陪伴你的每一天。这本书耗时了一年的拍摄时间，春夏秋冬，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一年的计划呢？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标题就是陪伴你的每一天，那希望呢在一年中拍摄这一年春夏秋冬四季这样的，然后让也可以陪伴读者的365天。那呢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呢拍摄写真集对于很多于女星而言哦，他们可能就集中在一个月当中，所以他们只要在那一个月当中呢维持他们的好身材或是好状态就好了。那 Noro 在这一年当中，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一直持续都有在运动，偶尔这样。然后在拍摄前呢，会就是禁食，就是前一天或是前几天都不要吃东西，因为肚子就是地筋凸起来比较不好看。像今天我也是，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天哪，你会不会很不舍？会不会很不舍？有人要喂我吗？等一下呢，我们等一下在拍完照之后呢，我们就赶快大吃一下，好不好？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去吃丹丹。要吃啊！等一下呢，就会有人帮你买好几份过来了。好，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几乎都要一个禁食的一个状态哦，几乎就是饮食要非常的控制。那在这一年之前呢，做了什么样的调整跟准备吗？一年之前，对，就是在准备拍摄，进入到拍摄，在你知道我们这一本的写真书是筹划策划耗时一年，对，那你这一年这之前有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比如说有做哪一些运动，要让哪一些线条更加的漂亮？因为其实我的摄影师是黑面老师，是那黑面老师跟我已经认识大概四五年左右。黑面老师，对，黑面老师在台下，我们帮黑面老师拍个手好不好？谢谢黑面老师帮我们拍出这么好的看的照片。可是因为我跟老师认识很久，我第一次几乎从刚进入行那个外拍就是给老师拍，是，那所以我很了解老师，他是一个不修图的人，因为老师非常的懒惰，跟我一样，没有老师不修图的，所以我们听到老师要为我拍摄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我想说完蛋，老师不修图，那我一定要呈现很好的姿态给大家看。是，然后所以这次就是也有做一些线条上的锻炼，不过我们这本书呢强调蛮多侧乳的线条，如果大家有买书的话会发现，我可以翻给大家看一下吗？可以啊，你知道在哪边吗？我知道，我翻了，没有，翻得很熟。好，那好，大家看一下，屁股的部分也蛮有强调的，然后侧乳这张有到海报上，是很多侧乳的线条，这样是，那其实看得非常非常害羞，有点害羞，就在我面前。好，那我们再回顾到了2014年，这是 Nono 第一次发个人的第一本写真书。那再不好意思，在这3年之中，你觉得自己的心态有没有任何的不一样？还有在发第二本的时候，心情是如何？第一本的时候一直那本其实是比较采纪念性，就是那时候是第一本，所以有一点茫茫，就是傻傻的这样，有点，而且有点跟大家介绍你自己。对，所以那本书，因为那本书叫做《我是 Nono Nobody》这样，然后但是第一本里面呢，造型跟这本比起来就少上蛮多，是，对，然后主题也比较单纯，单纯啦，就是比较属于怎么讲，就是一些字母类的东西，是，就是没有这么的多样化。对，这本就是很丰富，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好，那呢在这一本书当中，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买这本书的请举手好不好？是不是很多？那你会觉得大家里面系列作品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好，那我问一下 Nono， 为什么会想选用这一张来当我们的书本的封面？这个决定是非常夏天的感觉，对吧？而且这本其实是要横着看的，它是比较特别的封面，因为它是没有做，其实是采横式看才是它正确的样子。然后这是在垦丁拍摄的，因为其实我到了冲绳拍摄之后，其实我回头看发现，其实垦丁的海是最漂亮的，真的垦丁的海是不用修图，也不用套任何滤镜，它就是蓝的，你无法想象，是天的蓝跟海的蓝都非常的漂亮。那所以这张照片到底是谁选的？我选的。是你选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张？觉得这张很好看啊。好看吗？
纸张好看吗？但是我们都觉得里面任何一张应该都还蛮适合当专辑封面的。这一张比较健康，而且比较让人有期待，想要看里面有什么不同的样子。是，因为像后面也是另外一种风格，是另外一种是睡觉，有点慵懒，好像刚睡醒的感觉。因为我是陪伴你的每一天。对，就从早起开始，对不对？这本书大家有发现吧？陪伴你的每一天，第一个系列就是 NONO 在早上迎接我们大家起床，好吗？所以呢，我再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算过里面他换了几套造型？大家有算过吗？有人会算，我有算。没有算，好，那我也要让大家算一下，有没有人算过的？如果有算过正确的话，我就把制作主张的把这张拍照券送给你。如果有人算过的话，没有吗？没有，好。那有没有人算过几个发型的？有没有人有算过的？都没有，好，那就请发型鬼好不好？那就请 NONO 跟大家分享。造型有近40套。40套一个造型，就等于你翻大概4页就会换一个造型。是，因为这是我想要给大家比较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希望大家觉得怎么这一套可能停留很久。虽然表情可能是不一样的，是，可是在我希望还是可以更多丰富的那个就是样貌给大家。是，总共大概换了40几套，而且我之前有看到 NONO 直播是在印刷厂的时候，对，那时候就已经有说这本书的分量其实比一般外面的写真书的书籍分量还要多很多了，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 NONO 这一次的诚意哦。那再从新书预购是从5月8号开始，来到了今天大概7月8号，整整2个月的时间。NONO 这两个月的对于书的这个销售量满意吗？满意，而且我一直在打书，所以就是很谢谢大家这么包容我，在粉丝团上都一直在一直宣传我的写真集这样。是，一直都高雄高雄哦，所以大家今天就是有努力有来到高雄，所以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的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啊，我们还要帮台中的观众朋友、台湾的粉丝朋友，就是来谋福利，就是让他们到，就是让 NONO 到台中场跟中部的观众朋友可以来见面哦。好，来，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刚才有看到了黑面老师嘛，对不对？那 NONO 我们也来聊一下我们跟黑面老师合作的这本书当中合作的心情好吗？好，因为老师真的跟他认识很久，所以我想老师完全就是以服务读者的角度来出发。服务读者的角度，就是以自己是一个粉丝的角度而言。对，他会参考一些粉丝的那个就是的想法，然后所以他里面大家如果觉得很傻逼的话，那都是老师叫我拍的。OK， 这可以再给拉低一点，拉低一点，这种感觉就是要给大家看。但是我相信黑面老师对你就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立场。一方面呢，就是爱惜 NONO， 因为他也是带你算是进入这一行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贵人。对，那再来呢，就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期待了所有粉丝族群的一个心情嘛。对，那另外一位摄影师杨小林老师呢？是肯尼扬。对，肯尼扬是一位女摄影师，然后他这次呢负责我的水中摄影的部分，然后非常感谢他，因为其实在水中摄影是很难的，就除了我要摆姿之外，然后他也要很精准的按下快门，然后毕竟水中摄影是有点不容失败，对，因为下去那个氧气瓶也是有那个对，下去的时候跟鱼一起玩耍的照片。对啊，而且我记得在你的台北场的时候，这个 Kenny Young 老师呢，他有说到，就是其实你到了下水之后，你居然在海里面把你的氧气的拿下来，是不是？对，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呢？我对海其实蛮自在的，我很喜欢玩水。是。那其实我下去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咬着氧气管那个东西拍照不太好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笑着，像里面就是会笑着，就是你平常的笑容。对，我表情想要出来，可是因为咬着不好看，那我就只能把它你知道往后一丢，然后后来上岸的时候，教练就有说这样蛮危险，因为他怕我手忙脚乱的时候会抓不到那管子，这样子会吸不到气。是。可是我就是很随便，就这样把它乱丢，因为我就想说我可以闭气没关系。而且一次还是好像听说做了4-5个表情。是吗？对对对，哇，这太专业了，也太辛苦了。但是我相信呢，喜欢拍照的朋友他一定会乐在其中，就像是 NONO 一样，在那个当下其实也没有想到什么危不危险，只想要把作品呈现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哦。好，再来这本书呢，其实我看到的时候，看完的时候，有时候很像是 NONO 带着我们去各地旅行，但是有时候又好像是跟着 NONO 去旅行。 NONO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身为一个读者会有这样的心情跟感受好吗？我们这一次到了垦丁、也冲绳还有礁溪，那
我其实这本书我主要是希望从开头第一个是睡觉这边，那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像是就是跟着我的一整天，我带你起床，我带你出去玩，我们去看日本的街道，去看垦丁的海边，然后这样子去泡礁溪的温泉这种，看海景，对，一路这样走来，然后最后再跟我一起上床睡觉的感觉，是，就真的是从睡醒到睡着，从你睁开眼睛的第一刻到你最后的闭上眼睛的一天的那一刻，都希望有 NONO 的陪伴你。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抽问几个粉丝好了。刚才这位女孩呢，你是从嘉义上来的？你好。对，从嘉义上来的，你要不要跟 NONO 分享一下你从什么时间点开始支持她跟喜欢她？你来，我麦克风给你。其实我是因为我朋友 Luna 才一直追 NONO 的。你好，你好。从 Nobody 就开始了， NONO 加油，谢谢。Nobody 就是2014年的时间点，就是所以追的 NONO 是追了大概3年之多。那我刚才有跟现场所有的粉丝分享，我是2016。去年真的很弱。我去年我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从什么时间点开始支持你的照片。什么？你放在桌面吗？我从这张开始支持你的，真的。而且呢，我看完的时候啊，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相信，但是这么多系列换了40几套服装，我最喜欢你的系列是穿短洋装的那几个系列。哦，我觉得那几个系列非常非常的迷人。你喜欢青春的那种？对，因为在很多不同的样貌在你身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不管是性感啊、甜美啦、可爱啦，或者是迷人，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个青春可爱的地方。可能是有抓到了我的眼睛，对。好，那我们赶快呢，因为也有点炎热，我们等呢要来进行一个抽奖的时间，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问题好了。NONO， 我们知道你在这本写真书发行了之后，就等于是我们的近期目标已经达成。那近期呢又有很多的拍摄一个计划，对不对？那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拍摄计划？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最新的作品？或者是呢，在除了影集的部分，除了书籍的部分，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看到你在不同领域上面的表现？我其实一直都非常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不同样貌的我，除了在写真集上面、电视上，或者是甚至演戏、唱歌。唱歌我努力啦，因为我唱歌有点难听。可以唱？不行，从我唱歌像小朋友，像唱儿歌。你可能可以让我唱哥哥爸爸之类的，我们好想听哥哥爸爸哦。对，所以这一年就会继续努力，然后会希望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作品带给大家。所以总结，来年我们有机会听到 NONO 的专辑吗？专辑？迷你的 EP 单曲，这样有可能吗？我加油，你加油，大家愿意包含我的歌声。好，这样说好了，如果 NONO 发行单曲会支持的，请举手。不要发，不要发。他们知道唱歌还好，太少了。再给大家一次机会。还好。NONO 如果发行3首歌的 EP， 会支持的请举手。我想问一下这个不举手的。好，OK， 几乎啦 ，OK 了，有机会。他们不买单曲，他们买3首歌的 EP。没关系。好 ，OK， 那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就即将抽出我们的。10张10位，还有没有人写的粉丝悄悄话要给 NONO， 但是还没有丢进来的有没有？这样就好了。好，那等一下主持人休息一下，就是我要把我30张的悄悄话稀释大家的那个机会，我们就直接抽了好不好？10张，现场所有好朋友抽到的朋友，现场可以得到 NONO 刚才的拍立得自拍照。来，我们请 NONO 为我们抽出10位，并且为我们读一下我们粉丝的悄悄话。我抽到一个好厚的，这是情书吧 ？NONO 在澳洲也要支持写真集大卖，爱你啦，阿露娜的。耶、yeah, ，所以带领，好，这是第一张。再来，太喜欢你了 ，I love you， 周邦威。邦威在哪里？邦威。好，来，我们一样，我们到这边好不好？这边。我们到这边，要上台拍照吗？好，上台合照哈。来，第三位。期待能看到第三本写真集出炉，加深在哪里？加深好，第三本写真会不会有点太贪心了一点啊？不会，这一本都还没有退烧哎，我会努力的。真的吗？好，啊，博堂第4位，博堂，谢谢他。
他说好好开心参加女神的高雄签书会，会支持我，永远为我加油，谢谢。在哪里？好，来来，麻烦在旁边，谢谢。第五位，第五位。没有水的地方是沙漠，没有你的地方是寂寞。遇到你之前我姓陈，遇到你之后我幸福。天哪！钟汉，这钟汉对不对？这真的是小抄吧？这抄来对不对？你很厉害，这你发明的，很会。你很会，你很会，快点上来。现在是第六章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还有五位的观众朋友有机会。NONO 姑姑，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出唱片？一定会支持。这是 Jen 什么轩？他想写英文。来 ，Jen King 吗？什么？他的名字 ？Jen King。Jen King。那个 EP 买几张？先说先说。EP 买几张？十张，好，没问题。来，这我来。谢谢。好，来第七。吴婉宇，我很高兴见到你。谢谢，姓袁。姓袁。姓袁。好，恭喜。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但你不觉得你写很少吗？写得很客套。下一张。第八。你好，郑嘉，永远支持你，俊翔。俊翔，来恭喜。谢谢。俊翔，等等，要不要现场无价的那一张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支持一下。什么 ？NONO 永远支持你 ，Hank。Hank， 来 ，Hank 来。所以这是第九张吗？对吧？对，剩一张了。最后一张了，对不对？最后一张。第十张，第十张。NONO 加油，我支持你。怀吗？怀。怀安。来，请上台。恭喜你。恭喜。来，这十张给我们。那接下来呢？这一个没有念到的，请 NONO 自己。对，我会带回家的。对，就跟我们台北场是一样的哈。没错。来，我们请我们的伙伴帮我们来收一下。恭喜恭喜，以上十位。恭喜恭喜！那、啊、你的书嘞？拿出来啊！拿出来拍照，对，这样比较好看。恭喜恭喜恭喜！支持，来 ，OK， 好，来 ，OK， 来，我们请 NONO 呢先下台休息一下，我们等等呢马上进行，我给大家拍一张照，好，总帮我 Q， 左边没问题，来，我们就直接从中间开始哦，刚才主持人呢有跟大家分享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呢拍到有我的地方。从正中间十秒钟，完全不啰嗦不偷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NONO， 请往左移十五度角。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来左手边。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最后的五秒钟，让 NONO 自己决定。五、四、三、二、一，谢谢 NONO， 我们先请 NONO 休息一下，等等马上回到现场。想说好朋友，今天 NONO 穿得漂不漂亮？